我哋聽朝再開會。謝偉俊議員，我特別多謝你，因為呢個問題咧，就係建基於剛才石禮謙議員嗰個觀察咧，我都係即係值得去跟進下嘅。一方面，主席，我明白咧，當局當然係希望可以係所謂 play the cards very close to the chest， 即係唔想呢個時候咧就將嗰個法律上嘅佢哋嘅理據咧就太早咧係公佈出嚟咧，導致到可能更加多嘅爭議。但係主席，恐怕我哋而家面對嘅唔係一個法律嘅問題，其實係一個政治嘅問題。政治問題馬上要面對，而我哋而家咧就係、出面坊間咧就有所謂大律師公會嘅兩封信。咁當然我自己個人認為咧，嗰啲指控咧，或者嗰啲所謂嘅理據咧，就都係好 sweeping 嘅，真係好廣泛性，係唔真係。如果俾我作為一個當事人，我就唔會收貨嘅呢啲咁嘅指控。即係如果幫我打官司咁，但係即係 BDS 尾咧，即係始終都係一啲嘅坊間嘅啲人好迷信，即係律師公會嘅意見認為就係啱梗嘅。但係呢一個咁嘅迷信咧，就唔係話建基於冇理由，因為事實上政府又完全好似係好被動咁，完全都唔敢正面面對。咁當然咧，就局長就話佢哋會有一個書面，已經成咗書面做。但係我覺得係經過政制局出嘅一個文件，同埋經過律政司本人將佢自己嘅政治上嘅聲譽掛上去一個講法咧，係兩回事嚟，兩碼子事嚟嘅。呢一方面咧，我曾經批評過律政司咧係好龜縮嘅。喺譬如喺高鐵事件上，喺強拍事件上，有關任何基於建政嗰個反對嘅同事咧，或者市民咧，對於嗰、有關嘅議題嘅法律合理性，特別就基本法嘅合理性咧，係完全唔出聲嘅，係靠匿喺嗰個政制局啊，或者其他局有關局嘅後面。咁樣做法其實係唔公道嘅。一方面你唔俾足夠嘅一個公信力支持政府嘅行為，如果咁都唔肯冒呢個險，點樣做一個負責公政制呢、這個政治問責官員咧？下下都要靠一啲即係支持嘅議員咧，就擋住呢啲咁嘅線。咁希望話將來打官司先算啦。咁主席有時條數唔計得咁多嘅，即係拳頭交打咗先，政治上就係咁樣。你而家呢個時候你都唔肯出招，唔肯將你自己嗰個聲譽掛上去嘅話咧，點解唔揾個肯掛嘅律政司咧？即係咁冇意思，咁做嚟做乜咧？其次咧，主席即係即係我哋成日咧就坊間就民意高，因為咧做立法會主席就唔使決定嘅，所以佢係民意高。律政司唔出聲又民意高。咁樣做嚟做乜呢？即係我哋不如即係揾返個真係肯孭飛嘅律政司啦。咁呢啲時候關鍵嘅時候，下下都唔肯出聲，下下要賴咗等林局長做公公，佢自己就高高在上，下下就要揾啲建制派議員擋住呢啲箭。咁我覺得係好唔公道嘅。更何況呢，我哋而家面對嘅問題呢，加上剛才所講呢，而家佢連反對嘅人士呢都唔敢輕言話去挑戰法律上挑戰，因為佢哋明白呢，其實個挑戰本身係其實基礎唔係好強嘅。而且亦都係吃虧，而家係政治問題嚟嘅。政治問題唔該用政治方式處理，就唔好等將來法院嘅時候先做。所以嗰個所謂 forensic advantage， 我唔覺得係咩 advantage 嚟嘅，局長。我希望你真係今次咧輕輕調動下策略，就唔好咁吃虧咧，就一路係咁樣中箭先。而係應該有時候擋翻個最強嘅擋箭牌出嚟擋擋箭，甚至反攻先，一咁先係做政治嘅。如果唔係嘅話，呢個律政司係廢咗柴嘅。第二咧，主席，我覺得就算律師公會真係有啲咩意見咧，我哋唔介意俾佢出嚟講，就唔好話我哋唔俾佢講。雖然我明白到咧，其實佢講咗已經講曬啦，佢書面上講嘅嘢咧，你要再講上嚟講都好啦，俾多次機會佢再書面講咧，都係講嗰啲嘢。更加好就係等我哋可以當面啊，同佢辯論下，駁佢講佢講啲意見有啲乜嘢基礎，咁啊仲好，就好過匿埋咧就唔出聲，好被動咁咧，咁令到市民以為我哋驚咗大律師公會嗰兩封信。咁啊，對於當時要投票嘅議員好唔公道嘅，咁希望唔係啲太大壓力俾局長。我呢個係其實係支持你嘅做法，不過我覺得你咁樣做法孤軍作戰咧，係其實係喺呢一次嚟講，甚至以往高鐵啊強拍事件嚟講都係吃虧嘅。我覺得我哋如果係法律上有理據嘅話咧，咪堂皇正正講出嚟咯。點解要等上庭先講咧？上庭講係另一個回事嚟，另一個戰場嚟嘅，好嘛？我希望當局諗諗呢樣嘢。清楚啦，係嘛？有兩位議員先後都強調表達咗呢樣。主席，我好尊重各位議員嘅意見，同埋咧亦都係多謝各位議員咧對政府對小弟多年嚟嘅支持。我哋喺呢個議會咧，我哋係處理咗大大小小好多憲制法律嘅問題，咁好多咧係牽涉到呢個政制嘅事宜。我可以話俾大家聽咧，不論係特首我哋司局長嘅同事。亦都包括律政司司長本身咧，我哋大家都係好共同齊心
嚟到去處理呢啲嘅關鍵嘅議題嘅。咁而今次咧，我哋就呢一個遞補機制所提出嘅政策同埋條例草案咧，我哋係大家整個團隊咧通盤考慮之後提出嘅。我哋亦都係有同一嘅決心咧，喺議會之內向各位議員全面解釋。如果有朝一日係需要咧，我哋會喺法庭嗰度咧係會好堅定咁樣處理呢個事宜。主席，我哋有信心，我哋提出嘅建議咧係符合基本法嘅。但係各位議員所提出嘅觀點啊，我當然係會同律政司嘅同事咧係嚟到去反映，亦都係會處理。主席，我需要重申咧，無論嗰個文件係用咩嘅名義出咧，都係代表特區政府。有兩位咧又舉起手，但係呢個場地咧10:09咧就有另外一個會，咁我每人一分鐘。